计呀、啊！高侯现在一张一女宋云娥满红相赏，将我胸膛杀八寸，这别如何是好啊！嗯俺不灭烈焰敢登铜台，请求过严威兵法变量杀贼，别出与我兄长报不仇。苏家妇女乱边境，见小转圈张朝真总量安国，忙将边粮食包与元帅吃，太十年朝告不前，参见元帅，斩下好。啊，石将军不在你兄身旁，来在同台为何？我家兄张他，他怎么样？只因素分歧，满红圣上将我兄张他杀死了。啊，
来正将，将我兄张他，他杀死了。就该兵发兵粮，与我兄长报复仇。石将军不必难过，暂且留在本帅帐下。遵命。阿让，别两徒刻程回京。倒也回去，副帅请看。待老夫上天密谕，让那红王子才自见，闭目伺候。好。提牌来见，提牌来见，来呀。参见元帅，这是汴梁图，命你送到汴梁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石将军听令，参，命你为前赞先行，攻打汴梁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退帐。Thank you.
的满朝文武，玉龙纷纷，秦城七万岁上殿。差人送来匾额两图一张，经殿之上寡人不知，穷臣不解，因而烦闷。原来如此。阿子通，万岁。寡人有幸将西宫素月娥选进宫来，你我君妃三人同才同阶。今在万岁。好，宫人。奴婢宣西宫素月娥进宫。总之万岁有旨，西宫素娘娘进宫。接旨。
只因过燕尾才人送来匾额两图一张，金殿之上寡人不知，穷臣不见，将你宣进宫来，你我军威三人同才同见。既然如此，就待将土刮起，你我军费一官。好，工人，预备，将土刮起，总之。之上大吼一声，闪领征东，施展他那百兽之王的威风，岂不是过伟子么？哎呀，是过伟子，是过伟子吗？万岁，三个字连在一起，再念上一念。待古念拿来。上写过燕尾，哎呀，爸爸三更两行
反蒙，二天命上得滇区，与众位爱卿同赏同意，定有解救之法。事不宜迟，公然宣招普太师监工，二爱卿先请后宫歇息去吧。万岁有旨，赵普太师进宫见朕。参见万岁。站下，谢万岁。二爱卿，这汴南两土我么，寡人已经见得明白，乃是过燕尾七穷翻上的叛乱也，罪状。他如今已在同台造反，二爱卿有何推的良策？快快奏与古王啊。臣张普有本奏上。张爱卿快快奏来。万岁，孤燕为同台造反，已取封台双龙二馆，新一兵令高平。什么什么？先以兵令高平。正是万岁啊。过三关无人负担，兵行在高平关，大相有方，行走有本有成，转山往往我撑得住，到那主张我也
走万岁，顾延为同台造访，只因错帐是洪昭所起，一臣之间所葬那经常言之人，然后免过十二人造访无罪，官不原职，此为可见。长清万岁。那鬼言为施洪昭勾结已久，早有谋反之意。我中乃是真龙天子有道的明君，岂能去求于反贼？赵普之言乃无辜之刀，王无主万万不可听信谗言。如其不然，说法圣旨一到，索阳光调我家刘娘娘回朝辅政，看是如何呢？就以赵爱卿之见，长岁官放我辞好。上谢刘贵莲子同阔。赵爱卿听真，臣圣旨一到，下崩锁阳，把你刘娘娘还朝作证。忠臣，好万岁！哎呀呀，老爱卿，出宫回府去吧。哎。周兵造反，朝纲乱。哼！吴国竟是你！高天君请了，请了。今日娘娘升帐，你我两相伺候，请去。
文用哎，刘桂莲请旨，万岁！只因郭彦伟同台造反，索调子同刘桂莲回朝辅政，执笔贤恩，万万。娘娘家安罢了，赵爱卿一路辛苦，后掌为赵爱卿设宴。慢着，微臣亡命在身，不宜久留。好，赵爱卿先行，本侯随后就到。
总之换朝，冠上大师，托你二人好好召唤。得。